那边有人，快去看看。那边有人，快去看看。胡朝伟说他连夜出城，怕是逃命去了吧。 天后，请速撤离！朕这一路走来，向来不乏质疑之声，若为这等妖货退去，岂不让天下人耻笑？保护天后！ 那是，又来一个妖怪！各位大爷，那儿怎么在天上？神官大人，是狄大人，狄大人没跑。狄仁杰，薛王爷，昨晚睡得可好啊？难道狄仁杰也是妖啊？ 燕儿，备战！开始！天府地载，凤阳云锤，龙飞虎翼，妖侠，生喷！哎，狄仁杰，你搞什么鬼啊？乌烟瘴气的！ 师傅，在那边，不许交谈！救火祈求，救火祈求！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妖怪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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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诸位不必惊慌，狄大人，这只是一只猪公。